也知道成家有了第一个重孙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不过呢，你也不要多想了，我相信爷爷慢慢的一定会意识到你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请你远离他，不要让他背上不孝的骂名。你觉得让他为了你跟我们家里人做对账值得吗？